人家不是说在找日子吗？找日子，他找的七月一号。啊，你七月一号那天根本就不好，七月的连个单日，一号七月，他后来又找他自己的，这他在哪找的？找的七月六号，这不是六号是双日子吗？阴历的6月16号，这不挺好吗？